下面一首歌带给大家，叫做《沧海一声笑》。相信这首歌各位都是耳熟能详，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在歌曲的结尾我们可以一同唱出这段我们熟悉的旋律，好吗？这样
微博，在评论区留言，说希望许昕老师能不能这一次带来您上一次说的巴洛克时期的一支指挥棒。我今天一定要满足这位乐迷朋友的心愿，我带来了，请大家看一下。现在我的手里面呢，拿着的是两只指挥棒。这一只呢，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也是我个人比较习惯的啊，手轴是三菱圆的。这一只呢是产地是德国啊 ，Molado 啊是一个品牌，但是这一只指挥棒呢，在德国的民族乐团现在还是在用。因为在指挥这个行业，我们说过，我们这个专业里边其实它只有短短的350年，它是由小提琴手最开始来代替指挥打拍子的。后来呢，因为很多的工业革命、乐器的发展，这一类的指挥棒已经不再适合指挥为一些比较大的曲子，比如刚才的那一部取材于《东成西就》的插曲。威廉·退尔序曲的第四部分，像这样的这么粗的指挥棒就已经不太适合了，如果说到交响音乐，就不能不提到歌剧的序曲。交响音乐的诞生就是由歌剧序曲演变而来的。我们经常会听到的，比如说贝多芬的贝五、贝九包括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等等，都是由四部组成。同样，我们的歌剧序曲也是由四部来组成的。首先是引子部分，其次是慢板，第三部分同样是快板，最后一部分是 finale， 也就是结束。如果谈到交响音乐，我们就要说交响音乐一共有这么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我们称之为是巴洛克时期。巴洛克呀，来自于葡萄牙语，它指的是珍珠不规则的形态。那个时候的交响乐呢，也不像我们现在大家听到的是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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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个乐章。那个时候的交响乐呢，很多时候是为教堂和国王、皇室服务的。第二个时期呢，是古典音乐乐派时期。在这一个时期，才真真正正的产生了交响音乐。我们都知道的一位交响音乐之父是海顿。海顿，他有两个学生，第一位被誉为神童的莫扎特，第二位就是乐圣贝多芬，他是我们古典乐派的三位的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再往下呢是浪漫主义时期。在浪漫主义时期啊，随着我们的工业化的进程，很多很多的乐器诞生了，比如说长号。郭老师请展示一下长号。这一个时期首先诞生的是长号，其次突破，请谢老师展示一下大号的诞生等等好，谢谢等等乐器，包括苏萨索、太阳号等等，都是那一个时期就是浪漫主义时期诞生的乐器。随之而来，乐器诞生了，就意味着我们的交响音乐的配器更丰满了。再往下一个时期就是咱们近现代。近现代呢，涌现出了很多很多的民族乐派的作曲大师，比如我们知道的柴可夫斯基，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肖斯塔科维奇，咱们知不知道咱们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抗战题材的配乐《鬼子进村》的那个其实它的原型就是肖斯塔科维奇的胜利进行曲，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里面的一段，让我们给移植成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鬼子进村
啊，再说我们的当代啊，涌现出了很多很多的作曲大师，比如我们知道的我们国家的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冼星海，比如说梁祝的作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陈刚何占豪先生。咱们再说我们长春的骄傲，我们长春的作曲名人，比如说少林少林红楼梦的作者是王丽萍，王丽萍老师的少林少林，很多的音乐题材就是在我们长影大院里边完成的，并且是在我们长影录音棚里边录制的。比如说我们长影乐团的前辈雷振邦先生，还有我们近现代的享誉国际的啊作曲家指挥家，我们长影乐团的音乐总监史志友老师的《清明上河图》在全球巡演，而且我们长影乐团的音乐总监史志友老师也在现场。史老师，您在哪个位置？请您起立和观众朋友们见面。哦，史老师，我们长影乐团享誉国际的指挥家作曲大师史志友老师，《清明上河图》的作者也在现场，谢谢您，史老师。好，谢谢，谢谢在场朋友们的热情的掌声。下一次音乐会，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聆听交响音乐当中的礼节。好，下面的一首乐曲是《花样年华》，我将和我们我国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何楠老师乐团首席合作，谢谢。
听着吧。咱们那边没有，是用的什么？就是前面放话筒。
实际的。1978年，香港无线卫视投拍了一部近现代题材的电视剧。现场的观众有没有知道的？1978年，香港无线卫视投拍的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叫什么？三个字的。如果知道的，请大家一起告诉我，叫什么？上海滩。相信这一部影片很多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已经无数遍的浏览过，它的主题曲也同样被我们长影乐团搬上了舞台。这一部上海滩捧红了一位年轻人，就是周润发。到了1986年的时候，已经4年没有拍片子的吴宇森导演联系到了有票房毒药之称的周润发和已经过气的狄龙，筹拍一部兄弟情的影片。但是投资方呢，唯一只有一个条件，第一，需要一位能当红的明星助阵，其次是要主题曲及插曲一定是要由当今的歌坛两位泰斗辉煌组合顾嘉辉和黄沾先生来完成。当顾嘉辉先生和黄沾先生听到了吴宇森、周润发、张国荣及狄龙的这个诉求之后，义无反顾的只用了3天，把全部的《英雄本色》这部影片的配乐全部写完完成，并且录制。1986年，《英雄本色》上演，创造了香港几个之最。第一个就是低成本拍摄，高票房回报。第二，在当年囊括了香港所有的男主角、男配角等等，包括音乐所有的奖项。当年情是这首当年情这首乐曲是这部影片的插曲，也是主题歌。它的诞生真实的写照了吴宇森、周润发、张国荣及狄龙的兄弟情谊及当时4个人的生活背景。聆听音乐经典，品味音乐背后的故事，关注长影乐团。下面当年情献给在场的各位观众朋友，谢谢你们。Thank you.
Ooh.